什么快点爆料啊？不是，有些人妈呀跟我说不要爆料，爆料了又会挤，鼓励啊，我不爆料也会挤，那我就不告诉你们哦，对嘛？你们小号去让我别叫了，小号问让我那别些叫人呐，啊，你们去问那几个啊，你们知道哎，说了也会挤，不说也会挤，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不是，妈呀！我那个说，如果那个对的 ADC 不是卡的话，我说我要跪下来。妈呀！你们都说等你跪下来，等你跪下来，我那天就生气了啊！我那天就生气了，没想到还有人转晦气的时候，我爆料的东西跟我说，我说的，董一斌说的，我就不信。哇！我说我要跪下来，你们说。哎，赶紧跪下来，赶紧跪！等等，读音笔跪下来直播，我都已经有画面了，画面个鸡巴的画面，哪有画面啊？他们阵容吗？他们阵容，虽然就是因为没有那个，我也不能说100%呀，99.9%基本上定了呀，基本上确定了，就那个打野豹女去了。然后那个 AD 侠，中单是这个，中单这个基本上定了。这 AD 跟辅打野是99.9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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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上不来，我操。大概率啊，因为我万一说错了会被冲的，大概率就是会回 LCK 的。嗯，二飞留这根左翼，有可能是一个队，有一个队伍是很愿意就是把所有人都签下来顶级的那个。嗯，他们是能做这个事情，能做到的。主要是个费留斯还有一个队伍要嘛，那个就是以前，那个队他们也要，他们是只要你选手愿意，就是签字，就是可以立马就拿个合同可以跟你签的那种，他们可以直接拿个合同可以跟你签。我说了，LCK 该花钱的时候还是会花的，哥们，他们就是今年情况就是 LCK 该花钱，他们还是可以花。明天后天 LCK 会有很多这次签的选手会，就是 LCK 俱乐部会出来那个，他们这里出来会说的。很多 LCK 选手其实已经签了，很多选手续约也好，已经签了。嗯，你们明后天就能看到，因为有几个 LCK 对我，不希望就是这个事情说出去，所以我不能说太多东西啊。但是我只能说到这儿。就是你们想的那种比较顶级的选手，就是 LCK 那边的韩国那边的选手，是已经很多选手都已经确定了，很多选手已经确定了。啊，主要是菲律宾这个主意不是100%还没签字嘛，所以我只能这么说。但是就看他们自己怎么想吧。那个阵容，那个对阵容其实是真的还可以的。啊，已经官宣了吗？没有吧，兄弟们，LCK 那边已经官宣了。我听说的是明天后天的，怎么就今天官宣了？真的假的？已经官宣了吗？不会吧？韩华 wipe 吗？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可能是钓鱼，可能是钓鱼，我看一下。没，不会是吧？真的官宣了。已经官为什宣么了？回韩华了？啊？他们在直播啊？什么？他们在直播啊？他们选手在直，你们说那个俱乐部在直播啊？什么？因为我爆料了，哎，干嘛？哎，不要甩锅！我操，怎么又轮到我了？妈呀！哎，你们不要老是这样子了，这怎么有我的问题了？我站真的这个天，快点！什么叫你已经爆料了，不能不去？什么什么什么？你说的好像妈呀！哎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别乱带这种节奏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不想被选手的粉丝们冲烂。现在妈呀，白活就越来越少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直播间的兄弟们是我被冲的时候会一起冲的啊，没有人会保护我的。你说的好像真的是这样的，你这样不行的。你说的好像这是真的一样啊！别，哥们，别，跟我无关。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，选手选俱乐部跟我无关，不是，我不是他们的不爸爸，不是他们的妈对妈，不是他们的儿子，不是他们的弟弟，不是我说了算啊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当时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那个时候就听到有一个 LCK 队伍，有两个 LCK 队伍是。
明年就特别有钱。妈呀，还有人当时还有人跟我说我什么抬价了啥的，我人傻了，我操，抬价了啥的，我真的是人傻了，哥们。人家妈呀，本来就是世界最高的那个最顶薪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你们不信，你们看一下，我这句话是很久以前跟你们说的。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你们到时候，哎，不是，你们看一下当时的直播录像，我那时候就听到有这个消息了，还说什么我在那儿会我人少了，以后我说什么转会期的爆料，你们先相信，可以吗？你们现在答应我，不然我就不说了。你们先相信再骂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先相信，如果不是这样子的，就你们可以说我猜，你们可以说我人品不行，但你们不能说我转会期爆料乱爆，这个真不能这么说啊。算了，你们还是说我不要菜吧。妈呀，你就我觉得还不如你们就骂我就算了，不要说我菜。但是还对我来说感觉这个更亏啊，这么想的话还是哦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我想了一下，妈呀，还是这个好。主要是我只是真的这样暗示暗示，因为有些队伍确实他们自己想，因为有几个 LCK 队伍啊，我前面刚开直播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，他们自己想那个换选手的，我就没说嘛，对吧？我当时就跟你们说了吧，今年很多选手第一天第二天做决定，我这句话我说当时我就跟你们说，今年很多 S 级的选手不会跟去年那样拖到最后一天，都是第一天第二天做决定，这句话我先跟你们说是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，我们回到当时，回到以前，回到那个时候，我现在说的话你们一个一个找一下，是吗？我说嘛，哎呀哎呀。